位置咧喺坑口啊。今日2024年2月29日，好少有29日嘅二月，四年先一次啊。时间4:04。咁呢段片咧，其实我系想咧喺坑口站呢一度啦，咁啊望一望佢哋嗰个行人天桥嘅系统嘅。咁你会留意到啦，其实好多唔同嘅商场同商场之间咧连接住都会有条桥嘅。咁我谂住咧由呢一度开始上去连理街呢一度，然后咧让大家知道，其实由呢一度开始咧系可以连接到几多商场嘅。咁同埋有啲地方净系去到屋苑咁样啦。好啦，开始行啦。咁同平时一样啦，因为咧要拍摄商场咧，咁必须系低调啲嘅。如果唔系咧，好容易咧会俾保安员捉嘅。咁路过会见到好多商场嘅，咁诶Baleno啦，阿波罗啦，呢度有个入口可以去到蕙南湾畔佢哋嘅屋苑地方，咁咪唔好过去啦。呢条路咧就会去到两个商场嘅。呢个咧叫海日啊。咁都係一啲民生所需嘅铺头为主啦。呢度继续行到尾，都係民生所需嘅铺头为主。呢度係大量嘅补习社啦，美容屋啦、诊所啦等等。呢边叫新宝城啊。落到嚟咧，人哋住宅嗰边嚟噶啦。好啦，上翻去啦，新宝城商场。头先讲错咗啊，系海月啊，唔系海日啊。而家咧行翻翻去海月豪园嗰边啦。翻到嚟海月，
呢边有扶手电梯落下低一层嘅，咁但系咧我就唔会 cover 咁多啦。始终呢条片咧都会比较长少少啊。而家翻嚟李街，连李街咧系地铁商场嚟嘅。咁啊，特登行快两步啦，因为呢条片咧应该会好长啊。唐记包店，跟住咧呢个方向会去咗南丰广场嘅。南丰广场，相对嚟讲咧，呢一个商场咧系比较多小店嘅。我谂可以咁讲啦，五或者六四咁样啦。好啦，咁唔特别行啦。下低嗰层咧就大部分都系补习社为主。咁呢个最大间嘅餐厅应该系稻香啦。咁另外佢都有啲咩亚顺屋啊？好似有日本城添嘅，唔肯定啦，算啦，唔好估啦。至少咧，仲有两个商场未去嘅，包括系坑口最大型嘅商场啦，东港城啦，同埋 TKO Gateway 嘅，即系厚德商场。厚德商场咧，而家分开咗两边，唔知系南北翼啊，定系点样分啦？和明苑、玉明苑，就算有嘅。咁系一个咁样嘅行人天桥位置啦。继续行咧，呢个方向咧可以去咗明德嗰边嘅。咁另外咧，望埋呢边啦，海悦豪园、新宝城。咁呢边系连理街啦。后面南丰，好啦，继续行啦。
跟住呢一边咧有一个东港城嘅出入口嘅。东港城就新鸿基噶啦，咁啊系咁依望一眼先，咁我哋咧翻转头啦，因为咧头先连里街嗰边咧，仲有其他通道未行完嘅。我成日都覺得咧，連里街唔係太似一個商場，似一條通道多啲咯。佢連接咗好多唔同嘅商場同埋屋苑啊咁樣咯。这个方向继续行又是东港城来的，不过 before that 我想下去下低这里的。这个出入口是很多人使用的，所以值得下去望望。两样嘢，第一呢一度咧有个巴士总站嘅，咁都有啲小巴咁样啦。另外啦，呢一度系坑口站另一个出口。这个方向呢行到尾会去到宝林的对面 TKO Gateway， 你都留意到啦，有条行人天桥连驳住嘅，不过呢它就同连里街不是有，即是它是没有接驳到的，它是接驳住东港城，由东港城再过去咯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去东港城。我印象啦，咁啊，东港城佢有四个，即系佢四个角咧都有一啲特别嘅地方嘅。咁包括有几个唔同嘅行人天桥，都系接驳住唔同嘅商场咁样咯。咁刚才已经行过其中一个角啦，咁而家去紧另外一个。
东港城。旁边有一幅地图仔的，是这样看一看吧。就是这里了。咁我刚才讲的所谓四个角呢，咁可以话就是一、二、三同埋四啦。咁呢一度原来有两个嘅。好啦，继续行啦。刚才嗰边出入口呢我哋行过啦，所以我依次行呢个方向。好了，这边去厚德村的对面厚德商场 TKO Gateway， 是等于望一望先，因为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出入口的。好啦，嚟咗呢个位置，我哋翻去啦。咁咧，离远望一望条桥先。对面呢还有另外一条桥的，一阵间我是希望使用那条行天桥。好了，继续行了。其实呢，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出入口的，接驳住另外一个屋苑。呢度纯粹一个出入口嚟嘅啫，冇行天桥接驳住嘅，继续行啦。日牛擦擦窝，宝林嗰间执咗啊！呢个位置有一个跨境的巴士服务站，你可以由这里直接搭车去内地不同地方咁样嘅。厚德村都是 TKO Plaza 的另外一出入口啦。咁我一阵间先行呢一度啊。行埋呢一边先，和明苑。好啦，咁呢一度咧行到尾，见一架 lift 啦。
咁一 lift 咧，据我所知咧，就系可以去到佢哋屋苑嘅。好啦，咁翻转头啦。咁我而家咧要去嗰条桥，去完嗰条桥之后咧，咁因为 TQ Plaza 本身咧入边仲有一条桥啦，刚才影咗一次嘅，咁我会行晒嗰条桥嘅，顺便望一望嗰边啦。嗰條橋咧就係由連理街去鬱明苑嗰條橋嚟嘅，另外後少少咧就去海悦嗰條啦。好啦，繼續行啦。呢边是厚德村厚德商场 TKO Gateway。And you 咖啡店嚟嘅，听讲咧黄大仙都有间啊。咁同呢个东港城相比啦，厚德商场系一个比较次一级嘅商场嚟嘅。呢度下低有个街市嘅，咁咪唔落去啦今日。健身中心，好似系 physical 嚟噶，如果冇记错。食家，好似系零食物语开嘅。好啦，就是这个位啦。这个位呢其实呢是一条天桥来的，行人天桥来的。下低就是车路过的啦。但它一个值得欣赏的位置呢，就是其实你行上去呢，你只是觉得是一条通道商场的部分，你感觉不到它是一条行人天桥。好多玩具店名铺啊！健身中心冇错啦 ，physical 嚟嘅。日本城、益世家、天上野、这个位置转入去，就会翻咗嚟咧，呢个东港城嘅出入口啦。刚才拍摄过嘅呢度。
繼續行。壽司郎，雜貨翼啊，這個位一家快餐店啦，跟住加比心、麥當勞、幸福堂，樓上咧有個歡樂天地嘅。咁應該差唔多行曬啦，落埋去，落翻地面，咁呢條片就完啦。唔特別行翻翻去地站啦。呢一間大師傅粥品咧，越嚟越多分店啊！寶林都開一間啊！好啦，出翻嚟啦，常寧路啊，原呢個叫做咁，留意翻前面咧，例如行人天橋咧，就係、是、連接住連里街同埋東港城中間嗰兩條嚟嘅。呢度見到嗰兩條啦，咁就係東港城連接住 TKO Gateway 嗰條啦，另外一條咧就係 TKO Gateway 嘅南北翼自己連接住嘅。好啦，咁啊差唔多啦，咁啊依段片咧嚟到呢度啦，對面就係地鐵站啦。呢、這個方向行到尾去寶林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段片再見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